截至周一上午，安大略省感染新冠人数已经超过五万人，死亡个案上升一例，死亡累计人数达两千八百四十例。爆发疫情的长期护理院进一步增至四十四间。 安省省长福特宣布，安省正式进入第二波疫情阶段。他表示，第二波疫情可能比第一波疫情更糟糕。省政府正密切观察第二波疫情是波涛还是海啸。安省医疗总监大卫·威廉姆医生承认，潜在疫情可能会更差，但他表示，至目前为止仍不是海啸。 另外，福特表示，省政府会拨出五千二百五十万元，以支援及挽留超过三千七百名前线医疗人员以及护理人员，以确保安省的医疗系统能满足病例激增的需要，同时可继续为患者及长期住院人士提供安全有保障的护理环境。 福特表示，成千上万名护士、个人支援工作者以及其他前线员工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这次的巨额投资能够作为聘请以及挽留，并迅速部署一支由医疗保健护理人员以及志愿人士组成的团队，以照顾长者及最弱势的群体，并确保医疗系统能做好应付任何疫情爆发或病例激增的准备。 安省卫生厅长叶利亚则表示，与疫情持续战斗中，保持及增加前线医疗保健人员的数量是十分重要的。省府正采取进一步的行动，以确保前线医护人员得到支援。 省政府为增加以及稳定医护人员的队伍，决定追加两千六百三十万元投资，以支援个人支援工作者以及护理人员，包括一千八百万元用作安省护理毕业生保证计划。该计划为六百多名护士提供全职薪金和福利，重点是在需要护理的领域，例如长期护理院以及急症室进行招聘。另外拨出最多八百万元，为全省急需地区的卫生系统增聘八百。 百多名护士。